咯。你有冇做開運動啊？當然有啦，尤其是係近排咧，咁就13號嘅表演啦。我呢排就做多咗好多嘅床上運動啊，因為咧我平時咧好夜翻到屋企練習，然後咧就喺張牀嗰度做好多 sit up 去練我嘅腹肌，所以近排係做多咗好多床上運動啦。咁有冇見到成效先？成效就大家可以睇翻13號，遲啲 Viu TV 就會出翻嚟噶啦嗰個表演，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嗰個 live summer live。至於咩動向就係、是、都係好似依家咁樣啦，就間唔中出下活動，同埋可能嚟緊都會同一啲 artist 上出啲 collab 嘅 post 啦，一齊合作一下，出啲 IG feels 咁樣俾大家娛樂一下、開心一下咁樣。會唔會透露一下係會同邊個 artist 出啲 collab 嘅 post 咧？近期都有同佢食下飯嘅，但係就暫時唔方便透露啦，留翻啲神秘感俾大家。佢係勝任到男女都得嘅，係啊，所以大家留翻啲神秘感俾大家啦，我都係應該影片會大約喺呢一個月會籌備下噶啦，係啦，你當兩個月左右啦，係啦，不過條片我相信一定會好睇嘅，係因為都要度橋啊嗰啲，全部都即係都係想大家覺得好睇啫。未拍㗎，未拍㗎，係啦，構思緊。之前係咪因為個新聞拉咩練到受傷？受傷都係因為一啲因為我自己表演啦 ，unholy 高踭鞋啊，都有啲喺地下嘅 forward 一啲動作，所以 rehearsal 嘅時候咧，同埋加上個台咧就比較有啲笪地有啲鞋濕濕咁樣，所以自己都有撲親啊，或者擦損個菠蘿蓋啊，所以都係。為藝術而犧牲，我覺得自己是可以嘉許一下自己的。有沒有影響到個表演啊？影響自己表演我都收到網民的 feedback， 就覺得我很專業就沒有影響大家，完全不覺得我受傷，我都覺得是值得的。傷勢其實已經好得七七八八了，那隻腳可能菠蘿蓋都有少少傷了個膝頭哥咁樣，擦損仲有少少隆翼嘅 bit 出嚟咁樣，但係都係應該好快好翻，皮外傷嚟嘅啫，係啦。T 蘇嘅合作就我諗必須㗎啦，因為佢係一個很好嘅 popping 前輩，咁我就只係學咗佢嘅應該十分一左右嘅年份，所以合作就一定會有嘅，所以就但係睇下幾時嘅啫。公開活動都會有人邀請我就會盡量出席㗎。自己出席啲咩類型啊？咩類型啊？其實好似今日咁樣咧，就同大家可能見下面啊，即係同各大傳媒或者一啲出面有 fans 朋友都有同我打招呼，所以其實任何活動我都係可以出席㗎，大家可以隨時邀請我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